惠灵时间，古斯塔夫·库尔贝的《海浪》（Love Bug），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古斯塔夫·库尔贝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画家，现实主义画派。他主张艺术应该以现实为依据，反对粉饰生活。他的名言是：“我不会画天使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。”这一幅《海浪》是真正的杰作，画面所收入的空间是庞大的，海天五际。库尔贝的卓越技巧也在画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示，尤其是用画刀刮抹的色块，给画面增加了一种格外有力的庄严感。面对这幅海浪，我们仿佛站在海边，能听到海浪的咆哮，感到冰冷的飞沫溅到脸上。这幅画创作于1870年，现在保存在巴黎奥赛博物馆。就在一年之后，全世界最早的无产阶级组织巴黎公社成立了，库尔贝也是其中的成员，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。那下一集呢，我们会去到巴黎卢浮宫欣赏那里的收藏。惠灵时间，法国巴黎。